辈看起来还真的像母女呢。真的像吗？你真不是我们罗家的人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哥哥当初就不该抱养你。你居然冒充我的女儿。我左耳听不到，我21岁，你明白吗？我这只耳朵听不到，我就是你的。王爷，他在等你。叫一声妈。妈，我真傻呀，自己的亲生女儿就在身边，我居然都不知道。我过去对你还那么不好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为了今天，我付出多少都愿意，哪怕是用两只耳朵来换，我也不后悔。好了，孩子，不哭啊。妈妈以后再也不跟你分开了。妈妈，你不要太激动。姐姐说过，
你的身体不好，你不能太激动的。你别跟我提你姐姐，我身体根本没有她说的那么糟。她一直在骗我，你知道吗？她就是个骗子。你说什么？她早就知道咱们之间的母女关系，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。她就是个骗子，骗子。妈妈，姐姐是为了你的身体，她不是这样的。我告诉你吧，她一直做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，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。她为什么呢？我爸爸，我亲生爸爸，他在哪儿啊？他死了，早就死了。小姐，这儿没人坐吧？哎，还不赶快再加一杯？傻站在那儿，这么漂亮的小姐怎么会没人陪呢？你说对了，没人，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努力去做，我把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了，有我想做的，还有我不想做的。我真的是全部都尽力了，可是到头来我机关算尽，却是无家可归。姑妈家我是回不去了，去士林那我根本就没把那当个家，我身边的的确确一个人都没有了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哎呀，无家可归是吧？那还不好办吗？上我那儿去呗，我保证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滚开。你不用骗我，姑妈跟我说过，你们男人呐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四姐，我那么一心一意，用心良苦的对他，可他却对我这个样子，陷害我，连一点后路都没有给我留，为什么？我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无情无义、狼心狗肺的东西？为什么？你给我滚！滚！滚！妈，你有神经病吗你？徐世林、思清，全都是坏人！我恨你们！我恨你们！
家小姐，小姐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你？不要带走我的东西。喂，醒醒，醒醒！你们把我东西都拿走了，你们高兴了？不要，不要拿走我的东西！好好好。把灯泡递给我。谢谢。这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的诊所。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万峰。是个心理医生。你好，罗柔小姐。请不要误会，我没有动过你的东西。昨天晚上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喝了很多酒，所以整个晚上都在说醉话。我不想偷听的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我的诊所并不大。谢谢。请稍等。昨天你来的时候，鞋子就不知道哪儿去了，这是我助手的，你穿走吧。
我刚煮的咖啡，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不应了。罗小姐，请恕我多言。一个人如果心里装了太多东西的话，那种感觉并不好受。借酒浇愁也不是什么好办法。况且，如果一个人的心里充满了恨的话，他就没有空间去容纳爱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。 我相信我会是个好听众，希望你有空来坐坐。你叫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晚风。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了解我，请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无聊的话，我也不需要。不过，还是很感谢你昨天晚上收留我。谢谢，心理医生。 事情你都知道了吧？能让就在眼皮底下的两个亲人互不相认，哼，你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？我，姑妈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我是有苦衷的。 苦衷，嗯，这就是你的苦衷。你把你妹妹一个人扔在香港，让她落下一辈子的残疾，也是你的苦衷。你让我以为我的亲生女儿已经死了。 天天以泪洗面，眼看着你妹妹面对她的亲妈妈，想扔也不敢扔。你还让我把她赶出家门，这都是你的苦衷。你做这些良心到哪儿去了，罗柔？你太没人性了。我这么信任你，拿你当亲生的孩子，甚至把公司交给你，可是你呢？ 你把一切都瞒着我，我给过你机会。可是你的心已经黑了，你就是想霸占罗氏公司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姑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早就知道错了。可是我不是为了你的财产，我是为了我爸爸，我是为了给爸爸报仇。 我记得你当初问我，我不爱许世林为什么要嫁给许世林，那不过是为了报仇吗？姑妈，许世林害死我爸爸，我也一定让他倾家荡产。可是我只能借助公司的财力，我才能做得到。而且，我知道，你一直都很埋怨我父母。 帮着爷爷毁了你一生的幸福，所以我认为你根本不可能让我拿公司的钱出来冒这个险，所以我才瞒着你的。姑妈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有苦衷，而且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吗？你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报仇？嗯。罗伊妨碍你报仇了吗？ 我把公司给罗伊，你就不能报仇了？姑妈，你不明白，罗伊，罗伊他太傻了。
他连保护他自己他都不太会，你让他去报仇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他不傻，是善良，善良到任意被你欺负。姑妈，姑妈，你到现在还在为自己狡辩。好吧，既然你说不是为了自己，那我就通知美国总部清点国内资产，全部收回。爷，这个琴要带回家吗？不用了，放你这儿吧。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没有放弃我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一切。依，你是真的谢谢我吗？那你答应我，将来的某一天，你还会再爸妈来。那一天，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一天。你傻呀！我是一个聋子，我是一个残疾人，你连说话都得跟我比手画脚的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还想跟我结婚呢？我不傻，我不是喜欢你，我是喜欢手语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唯一一个让我用这种方式说我爱你的人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罗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走，进去再说。
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女人留在这里，让她去找她的丈夫？你不用骗我，我们要动过你的东西，昨天晚上我就看下了。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淋呢？会淋出病的，你知道吗？ 想象中那样多，这一切都是罗伊造成的。我从小就知道，他就是我的克星，长着有一点残疾，装出一副委委屈屈的样子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。 文杰哥，大家都爱他，可是他们都忘了，是我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。直到爸爸去世的时候。 他还把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了罗伊，可是又怎么样呢？最后给爸爸报仇的人是我，可是罗伊只顾着过自己的甜蜜日子，早就把爸爸的事情抛在脑后了。 夺走了我的爱人，现在又来抢我的公司了，抢我的姑妈，我早就明白了，是他让我失去了一切，也是他夺走了我所有的一切，就是他。 我好难受，王峰，我真的，我每天都在害怕，我千方百计的讨姑妈的喜欢，我希望她喜欢我，疼爱我，可是。 可是他一旦认了罗伊之后，就完全变了一张脸，完全变了一张脸来对付我。他已经忘记，我才是他最疼爱的小柔。我辛辛苦苦换来的一切。
为什么会被罗伊坐享其成？这是我的，我才是罗家真正的继承人。我恨罗伊，我恨古妈，还恨自己，我恨老天爷，我恨老天爷对我不公平，我恨他们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用摆这张脸，你干嘛要摆这种脸色给我看？我知道，所有的人只要一知道罗伊是残疾，都会站在他那边。哼哼，什么都得靠我自己，我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。哼，你说的罗伊，你姑妈还有思清，我不认识他们。现在我看到的是你的痛苦。我想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你。你不觉得罗伊很可怜吗？你要知道，他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坏人，所有的人都在指责我。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？我是心理医生，不是法官。坐吧，我想你今天这一天已经很累了。知道吗？我并不觉得你像你自己说的那么恨他们。我想罗伊是你的妹妹，对吗？你仔细想想，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为她难过？她的残疾，你有没有为她担心过呢？没有，我才不会为他担心呢，更不会为他难过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绝对不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。我恨他，我告诉你，我恨他。你现在的样子像一个小孩子在妒忌，我不觉得你没有得到爱，我觉得是你要求太高了。你觉得不纯粹的爱，那就不是爱。罗若，就像我说过的一样，如果一个人的心里充满了恨，那他就再没有空间去容纳爱了。妈，
太晚了，不要再等他了。可是姐姐两天都没有回来了。他这么对待你，你不生他的气吗？我生气，但是他一定很后悔，我想他心里一点也不好受。孩子，你太善良了，我和你爸爸可没你这样好心肠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妈妈，请你答应我，等姐姐回来以后，你不要赶她走，因为除了这里，她已经没有家了。好了，你先进去睡吧。太晚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嗯。四清，哎呀，四清，算我求求你了，四清。你哎，我真是拿你没有办法。罚喂，我思清，找罗柔。找罗柔啊？哎呦，罗柔已经很久没回来了。我们在闹离婚，你不知道啊？罗柔可是睡在我的床上，梦见的是你哦。我还以为就我有艳福呢，想不到你小子也能姐妹双收。你的嘴长来是用来说话的吗？你有跟你一样啊，衣冠禽兽。哎，姐，我是依依啊，你有听我说话吗？我已经求过妈妈了，她不会生你气的，你回来吧。罗依，你认了妈妈了？姐。喂。喂喂。你干嘛挂我电话呀？罗柔她不在。罗小姐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将就一下吧。你不用担心，我的卧室呢，在楼上。早点休息。醒醒的，
罗柔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离婚以后，我没什么话跟你说。有事找律师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想着离婚啊？罗伊都认了妈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光怎么知道的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这用不着你操心啊。我操心的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还没明白你的处境吗？啊，知道了真相，你姑妈还能让你在这个代理董事长的位置上安安稳稳的坐着吗？罗柔，离开了罗氏，你可什么都不是啊。这更不关你的事。徐世林，请你出去。罗柔，我劝你动动脑子啊，在你姑妈把一千拿走之前呢，你把我的公司和我的前景还给我。你呢，能为自己多划拉点你就多划拉点好不好？我会考虑我们的夫妻情分的，你落难的时候我不会丢下你不管，我还能让你过上有钱的日子。得了吧，许世林，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你来施舍我。我就算死，我也会把你踩在脚底下。还想过有钱的日子？你做梦吧你！我说过我会让你倾家荡产，我说到做到。我告诉你，若若，你不把我的公司和我的钱还给我，你想离婚，没门儿。你那点小算盘我还不知道呢，想等你姑妈气消了，你东山再起是不是？告诉你，断了这个念头了。我现在就去告诉你姑妈，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。